国四川省成都市的西南，有一片土地肥沃、山河秀丽的好地方。全国人民一样，在党的英明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。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。给地主当牛做马的丫头，是共产党解放了郑梦君，解放了千万个丫头、亿万个奴隶，是共产党让我们亿万贫下中农做了土地的主人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今日前，我们不管是老的一辈还是新的一代，都不能忘记今天的好日子是怎样斗争得来的，不要忘记千千万万农民在旧社会受过的苦难和压迫，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，我们要紧紧地握住硬把子和枪杆子，让无产阶级的江山坚如磐石，万古长青。大邑县糖厂公社党委副书记冷月英，解放前因为欠四川西部有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5斗2升租子，就被压在水牢里整整7天7夜，害得他骨断筋折，家破人亡。在那黑暗的岁月里，
受过刘文彩剥削和压迫的农民，岂止一个冷月英，百个冷月英，而是我们成千成万的受苦人。仁镇的一处顶庄园，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、军阀、官僚、土匪四位一体的极其凶恶的代表，在千百万农民饥饿、贫困、死亡的基础上，他建立起了28个大庄园。想象的糜烂生活，他占有3妻4妾，他糟蹋了500-600个妇女。3000个农民吃一年，为了做这张雕龙刻凤的床铺，他抢走了我们穷人几百担谷子。佛珠的野兽利用权势掌握了大量空白关系，随意把农民的好田地化为己有。他使尽种种毒辣手段，从一个投机倒把的商贩变成一个占有12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。小斗小秤出，单凭大斗收租这一项，他每年就向农多收了3300多担谷子。他一手抓住印把子，一手抓住枪杆子，手下养着10多万个打手和土匪，到处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谁不听从他的掠夺，谁就要惨遭毒手。就是被刘文彩杀害的3个农民的血衣。这只吃人的野兽却常常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，烧香拜佛，满口的仁义道德。看吧，这就是豺狼的善心，这就是强盗的道德。
佛堂的背后，刘文彩刺设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水牢。穷苦的农民因为交不够租子，被关进水牢的铁笼子里，站不能站，坐不能坐，就这样给活活的折磨死了。地主剥夺农民的手段无足不有，最主要的还是搜刮地租。这里就是刘文彩的收租院，农民的鬼门关。成都西南的十多个县，每到秋收季节，他就登报纸出告示，强迫农民限期到这里来交租。一道更比一道难，多少庄稼汉在这里被逼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人们一跨进收租院，首先要受到这两条看家狗的监视。
方土地都姓刘，千家万户血泪仇。穷苦的农民们忍着饥饿，扛着粮食，来到这个人间地狱。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装满地主粮仓的都是我们穷人的血和汗，填满我们穷人胸膛的只有恨和仇。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奶奶，她知道自己一年的收成顶不了一年的租子，只好把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也拿来顶租债。我来，背在背上的小女儿再也吸不出娘的奶水，她已经不会哭不会动。孩子哪知娘的苦，娘，我饿，我饿呀。粮食还能救救孩子的命，可狠毒的刘文彩连一粒谷子也不许他们留下，统统要拿来交租。地租本来就高得出奇，可是他还利用收租的机会想方设法进行盘剥榨取，这是佃户交租要过的头道关验租关。狗腿子发现谷子里有一根草，就一脚把这个老大爷踢倒。不平事，这姑娘恨不能一扁担把这万恶的收租院打他个稀巴烂。这是第二道关，风骨关。刘文彩特地在风骨机上安装了滚珠飞轮，风力比一般的风骨机要大上好几倍，一旦上好的谷子经它一扇，就只剩下七八斗了。
全是些好骨子。小孙子向包家回去，狗腿子一见甩出钢鞭就打。这都是好骨子，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理。枪杆子、印把子都握在强盗手里，跟豺狼有什么理可讲？两筐谷子经过前两道关，就只剩下一筐了。家里没米下锅，这里租子又交不够数，娘愁儿愁，千家饥饿万家忧愁。血汗泡出来的谷子全给地主刮走了，老大爷的心里怎能不愤恨？现在要过的是第三道关。过斗关，这里用的是大斗，刘文彩每年靠他多收的谷子就能供当时7350个农民吃上一年。斗啊斗，你在刘文彩的手，你是地主的嘴，你是豺狼的口，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，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，可你装不完地主的罪，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。租子，老大爷领到了几根竹签，他看了又看，数了又数，他心里在盘算，凭这几根竹签能不能过得去算账关。过完斗，箩筐空了，麻袋空了，肚子空了，一年的辛苦全都落空这家租子交的不够数，强逼这个老大爷的独生子去卖壮丁抵租债。满腔仇恨向谁诉？刘文彩够强盗，你口口声声积德行善，可为什么硬是逼得我走投无路啊？
的血泪债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刘文彩，这个60多岁的大恶霸，每天要6个妇女来喂他奶，他借口顶租，硬逼这个产妇撇下刚出世的孩子去给他喂奶。老大爷全靠小孙女儿扶持他过日子，小孙女儿就是他的命根子啊。他们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，在地里不知撒下了多少血，流下了多少汗，可这血汗换来的不是糊口的粮食，却是一张卖身契。因无力交纳，所欠刘总办地租3斗，愿将孙女儿抵押。孩子啊，孩子，不是爷爷忍心卖掉你，这都是黑心的地主硬逼的呀。水满腔仇恨，在苦水和仇恨里长大的孩子，永远也忘不了这世世代代的苦，祖祖辈辈的仇。给地主逼死了，妈妈又关进了监牢。一只空箩筐，2个小姐妹，天真的孩子，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？刘文彩，你把我关进了监牢，你逼得我骨肉分离，可你关不住我们穷人的阶级恨，关不住我们穷人的血泪仇。这里又是一家人的生离死别。谁没
有爷爷奶奶，谁不想有幸福的晚年？旧社会晚年究竟给我们穷人的父老留下了什么？除去饿死冻死，只有斑斑血泪，血泪斑斑。有剥削，有压迫，就必然有革命，有反抗。牛马不如的生活，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。为了生存，为了子孙万代，我们要拿起武器，去找游击队，去找共产党。我们要消灭这吃人的帝都阶级，